太无趣。哎呦，我好热哦。首胜。20分钟内英特比赛胜利，以 S 级通过比了。给我五杀。哎，昨天半夜真的是想一直玩呢，可是就是要一直忍着啊。大家早。午安，吃晚餐了没？不不，吃午餐了没？哦，奇怪，明明冬天了，我这边还有30度哎。午安，午安啊！哎呦，吓死我！选项确认，好啦，开始喽。第13天。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确定。午安啊，我们昨天，跳过。管理人员、职员，死一个选手欸，我只能选一个欸。这个好了，确定。叮叮。可以再一个，看一下哦。叮叮，我的队员，道具，干嘛又是给他哦？对他太好了吧？不是欸，中路，好啦，刷给他反应。然后昨天关台后，右边这个施工中就瞬间满了，我这边30度啊。今天会斗阵吗？不确定欸，因为今天不是又换了吗？什么慈悲造型？50K 哦，管理点数，买个滑鼠好啦。欸，不对，要买这个，确定，这个会很缺，再买个键盘，买，不行，挥霍了。好，我们继续，助理，赞助商，开始，然后就这样好了。工作，领队，生活辅导，大惊小怪。我还只有这些啊，补刀 ADC， 啊这是谁？江狗真的要练补刀，不要啊。哎呀，我的中路嘞，
的密德嘞，我去辅导了，开始。作为超新星爆炸，你身边的六个步步知名度一度大涨。哦。管理。哦，还有这个，这种比赛已激活。要怎么激活？剩余点数。哦，这样子吗？哦。赞助不助理产生工作点数单位缩短，战队知名度这样子，激活确定。哦，要两个哦，可恶！好，那先这样子。菜单目标完成，完成。进行两次赞助商洽谈，获得一个。啊，等一下、喔，不是这个，管理我的人员，我的队员，来哦、喔，老板要送键盘喽，库存狼族，谁都比较惨啊 ，ADC 我们 ADC 是不是很惨？好，给你这个，不行，我要给打野，我们的江狗，来来来。老板送你一个八旗大蛇，还不谢谢老板。嗯，管理人员，我的队员。哎呦，这个是啥？活力值。还有什么加活力的？来喝能量饮料。哇哇哇哇哇哇！形态。哎、欸，那些道具好缺哦，完了，还是我就是不要去动他们这些啊，他们才会加。完啊，辅导完成，确定。33、35，生活辅导，好，步步可爱，近期值得关注的没有之一。短期间内已经完成了业余的，不过还要恭喜步步。好的，教练。这要怎么回复啊？还是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要去点它。6371，看看聊天聊天会不会。白痴哦、喔，跟他聊天干嘛？他没有做事情，他没有出赛、欸。好，看看637，哦，没有加。工作领队，生活辅导，没有了。这个已完成。哎，又送花束了！再一次，
送滑鼠喽，我的队员 Top， 来给你一个新的滑鼠。哦，你已经哦，你不是用哦，用这个。我觉得好忙哦，等一下。哦，不是，我要用那个。不是，在哪里？哦，改键。我要新增聊天室，聊天室在哪里？队员训练，训练室啊？工作，这算训练室吧？培训室、训练室 ，OK。哦，不是欸，聊天室不一样欸，哇！我靠，他是在扣欸，是吗？还是在增加？好像增加欸。那不是平时就是要让他们晚上自由安排，娱乐优先，健身优先。啊，自由安排啊。哦，我大概懂了。搞不好健身是加红色，然后娱乐是加蓝色。想必台湾有些人众所皆知的游戏中元素，那么请问一场游戏中最多出现几个不同的元素龙呢？哼，猜对了。好了，我们准备要去比赛了。哦，看出来了欸，健身教练，健身是加28活力恢复。哦，对啊，健身是加活力，娱乐是加那个，靠，另外叫什么？心态。还有维护费用哦。好啦，走啦，我们去宣传活动一下。那，来，我们继续练补刀。给撒破练补刀吗？这是上路吗 ？ADC， 要少一个上路啊！上路出门了，那就你啦。是吧？还是健身加狐狸？哦不！现在可以训练角色的英雄池哇！管理练习，管理哇，可以专精了是吧？船长。那什么东西？特性伤害已掌握，熟练度。哦，要花费星星欸。我们给我们的江狗练理心吧。仅选这一项特性，什么特性？伤害哦，那就伤害啦。哦，好玩欸。安安，我是上次经过摊位 cos 汪汪的路人。Hello， 你好，你好。因为有两个 cos 汪汪的啊，你是哪一位？你是被脖子被锁链铐住的那一位，还是到处晃、到处宣传的那一位？新的赞助商了，我们咖啡品牌麋鹿咖啡，海妖啊，好好好，我要耳机，我要耳机，耳机，哎，灯泡不够哎，哇哇哇！哇
我需要更多的灯泡。领队、生活辅导、健身教练。管理，对，人员，我的不是，我的职员，工作点数，哦，我要增加这个是不是？好吧，摆着。秀秀居然来看他了，秀秀，你怎么有空来看？哎、欸，健身是加这两个哎、欸，然后娱乐才是只加心态，哎、欸，都有加哎、欸，看人哎、欸，好啊，直播咯，工作。嗨，城里最大的游乐场的莉莉莉正在和队友们讨论着游乐园这样哪个最值得一试。好像可以乱选诶、欸，没差。大家正在排队玩哦、喔。所以，我可以让一个啊，那我知道了。闪电机，哎、欸，等下提醒我，我要把那个没有用到的走那个上路改去训练角色。跳过。有，更多属性。我想点看看自动选角、欸，哎，命运赌徒。没了，石像鬼，不对，黑玫瑰禁用。我先选择英雄，当然是李信啊。然后废，再选择一名英雄。哦，谁啊？音乐射手，还好。好啦，音乐射手，就你了。我废了你的中路，蓝色金，哎、欸，我不能 ban 吗？哦，每个位置这都 ban 两个哦，啊，哇，这个人很 man AD 哎、欸，憎恨之弓，就你了。我中路没得玩了啦！哇，鳄鱼！我中路没得玩啦，玩到自己要死掉啦！我想要控制六哦，我可以控场后期。等一下哦，
哎呦，好短哦！那压制，那我后期保护控制好。发育保守。好的，比赛现在开始。想看详细的话，请自己看右下角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喽。哎、欸，怎么还要撒泡跑到后面去的啦？撒泡你要死了，撒泡快跑、哦！我们拼后期就好，前期慢慢弄。完了，我中路要爆了。哎、欸、，support 你这样老，我真的要生气了。保守。哎呦呦呦，李信广杰啊！啊，奈德利多草丛，嗯。哎呦呦，上路有机会吗？没有，爬野区杀野啊！激进，有了，拿下双杀，不是双杀、欸，不是。